来看看，现在银行不能自动柜台机存钱了，说是钱有病毒。我看不是钱有病毒，是人心有病毒了。哎，中信银行。上海银行现在每天早上发300个号，发完就没有了。你看这么多人，要一早上8点钟来拿号，很多人现在来号都没有，就拿不到了，就不能进去了。来个银行，排队门口要排个1个小时。你就是一家银行只能进6个人。你打9533，打9533。你是太奇葩了，不知道什么规定。是信用卡里边没钱呀？哦，那你要他会，他有个预约账户，是人为制造，他被自己控进去的。我是那个制造人员地址。上海女人们是八零零三年的。他哪个队？贵州。有件事我始终弄不懂，银行门口为什么总是那么多老人？是我年纪大了也可以来这里免费领点什么吧？银行里面排队的比做核酸的排队的人都多。早上不排队了，然后取钱的又排队了。到处排队。主户在排队取款，以后的经济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很艰难。这气炸了。正好是吧？对。是8号吗？2个。2个。100个。
你帮你剧毒啊，我晓得是领免费鸡蛋呢还是领工资，人均5公分，这都叫啥，这是怕啥用啊。上海银行好吗？生意好好，又把它干上。哎呀，你看，老光了。一段医院看毛病，你看那个排队啊，吓死人了，60-70个人啊。进入医院全部要排队。谁跟你说的？谁说的做核酸？人家跟你说做核酸了吗？我们这个核酸都不进医院，我们的核酸在前面。万万没想到，看个病，进门诊大楼还要这样排队。你们讲好做到12点的，11:40就开始收摊了。做你们做什么？那坐标本的来，那你们晚上，你们晚上现在是11:45，你们12点，你们现在就不做了。你们晚上，晚上你们是到8点的，7:45你们也说不做了，你们要封城了。我们上班加班，然后给你们收标本吗？什么叫加班了？你们是8点讲好做到8点的，7:45就不做了。哎，那我去商场，商场10点下班的，9:30店都关掉了，可能的啦。哎，你们还有道理了，有。真有道理，我跟你说，收标本，你等等，等人家收完了，我们。什么？你们下班，你们8点下班，然后你们7:40就不做了，你们这个提前下班叫对吧？这个叫加班。准时8点走，信不信？消完毒准时8点。那你7:40就不做了，那你就写明的，7:40到晚上7:40。你写不写到晚上8点呢？7:45你不做了，你叫我们要做下班的准备了。有你们这样做事情的。我们就负责扫码。啊？那我负责扫码，你负责扫码，我做。那你老现在还能做吗？搞笑了。现在不能做了吧？他们说不做了。把我们这几个做掉吗？